2v2 模式也有召唤流，直接把 2v2 变成 4v2， 安妮翠神加上小菊提婆斯，四个人打对面两个。众所周知，万众期待的 2v2 模式因上线美特服，作为一个双人模式，自然有很多超强的英雄搭配，比如安妮加上翠神的召唤流， 2v2 直接变成 4v2。 原理非常简单，安妮和翠神大招都是召唤帮手，并且无论是提婆斯还是小菊，战斗力都非常强悍，提婆斯有超高伤害，小菊还能稳定打出击飞效果，配合上安妮和翠神两个人，直接就是两个打四个，并且这两个召唤物还能受到安妮和翠神的影响，比如安妮和翠神最低使用护盾技能的时候，小菊和提婆斯也会获得护盾，变现增加了坦度，并且这个模式中有很多适合他们两个的海克斯，比如这把游戏中笑笑就拿到了极致的冷却缩减，开局直接278点技能解锁，相当于在打无限火力，两秒钟一个 E 技能，直接让提婆斯热到发麻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这个模式能常驻吗？